3D 打印技术近年迅速崛起，而且受到大众喜爱，所以有商家提进商机，在国外引入真人版 3D 扫描兼打印技术，并打入第一届 Toy Show 亚洲玩具展。负责人说，新技术能够以10秒扫描 3D 头像，配合过百种造型和服饰，打印真人模型。首先，如果个顾客先去了那个扫描器前面，然后呢就定了在这里，那就有9个镜头连住扫了它一下之后呢，那就10秒到呢就会见到一个 3D 的立体的图形出来的了。咁然後咧就可以喺電腦度再揀唔同嘅服飾啊、髮型啊、顏色啊咁樣。咁完曬呢個過程咧，就可以入翻自己嘅名。咁大概15分鐘到咧，就可以成個呢個過程做好噶啦。現實要喺市面上面揾出能夠即時掃描、即刻分析出立體數據，喺市面上面比較罕見。吳潤華話：年輕人都中意新鮮嘅事物。好多年輕人見到能夠即刻為自己選配造型的時候，都覺得好驚訝。不過，其實呢一種技術在國外的服飾店好常見。其實這個換衫嗰啲咧，喺一啲大嘅時裝店咧都有依種服務嘅喺外國。咁咧，例如個顧客企喺塊鏡面前，咁已經有嗰間商店嘅衫，咁俾佢自己轉，咁自己想像自己著咗嗰套衫之後啊出嚟嘅效果。所以我哋其實都係類似咁嘅再修改一下咁樣咯。吳潤華話：佢哋有自己嘅程式設計員，所以會定期加入唔同嘅款式。佢期望未來能夠同自拍館合作，令到更加多人接觸到呢一項技術。